天亮了，把自个儿四个小徒弟叫过来，啊，自个儿有徒弟，会饼会面，会饭会菜，表示聪慧的意思啊。嗯，哪儿去了我这个？徒弟说不知道啊，每天都是您自个儿，您藏好了放哪儿去了？现如今怎么没有了呢？啊，不知道，找，里里外外的找，没有。哎呀，真心疼啊！500两银子做的呀，没了，上哪儿去了呢？心里恨，打发所有和尚挖地3尺，给我找出来我这件宝贝袈裟。自己打禅房出来，溜溜达达往前走，眼瞅着快出山门了，一瞧啊，又打山门外边，道济进来了。叫这济公走道歪歪斜斜，一身的酒气，喝多了啊，俩人走一对脸儿，道济站住了，看看广亮，把广亮气的出了进去的都跟我打招呼，都尊敬我，唯独这么一位拿我不当人。再一问，你喝酒了？嗯，道济乐了，喝了点儿，不多。哎呀，你这身上怎么这么大的油味儿？这是，你吃什么了？我吃了点肉，岂有此理！啊，出家人不许吃肉开荤呐！你怎么能这样呢？你闻闻我。我身上什么味儿？让他闻闻什么味儿？把广亮气的，我不闻，你闻闻。这一提鼻子，口福来的酱排骨，他连店名都知道。不对，再闻。小池烧鸡，是乌溪酱肉，武汉辣鸭脖子，合着没少吃东西，你知道吗？猜了好几十样都不对。济公这一伸手，就打怀里掏出来了一条狗腿，啊，一伸手。广亮这衣襟薅住了，来，你尝尝。这狗腿杵到嘴里边去了。哎呀，逼脱我不，太咸太咸。哼，不行，活不了啊！道济乐了。歪歪扭扭往里边就去了，把广亮气的，哎，两步就出了门槛儿，站在山门外边，看看门外的景色，散散心。哎呀，我的宝贝袈裟哪儿去了呢？一回头，山门上贴着一张当票。当的袈裟，哎呀，我的宝贝袈裟，一瞧就知道了，甭问，把我这件当了，他吃了。师傅怎么着？看看啊，这四个过来，哎呀，这师傅我们不认字。当票啊，这个疯和尚偷了我的宝贝袈裟，当把当票给我撕下来啊，撕下来，咱们先去赎当，回来我跟他完不了。是，这四爷过来就 K 吃，当票是一张纸，
贴在山门上都干了，也不知道拿什么粘的啊，开不下来，一动撕一角。广亮说别动了，这当票破了不能熟，想法怎么也不行，弄水弄水试试吧，弄水把它弄阴了啊，再一摸都烂了，这边可别动了，要再动就坏了。那怎么熟当去呢？一儿几个跟人商了半天，广亮说这肉不切右侧里，来人呐，呼噜呼噜呼噜，这徒弟们都来了，会饼会饭会面会菜，有主意了，把这门拆下来。各位您上庙里去过啊，山门很大，这几位好登梯子上去干活，把山门卸下一扇来，抬着走收档去走。头里边走着大和尚广亮，后边跟着四个受罪抬山门啊，上街走着街上竟认识的广亮，哟广亮师傅啊，施主啊施主，您这是很尴尬，怎么说，我们赎当去不得让人笑话死吗？阿弥陀佛，世间万物具有灵性，昨夜晚间门板给我托一梦，他说钉在门框上他没见过世面，我带他来逛个街。老百姓一听这胡沁的这是哈，哦这个那这个出来了，家里那事儿怎么办呢？这事儿回去给那事儿讲。那他乐意吗？这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，他这两事儿他是两口子啊，胡说八道，这两事儿这一对儿两口子啊，一个是丈夫一个是妻子啊，您搭着这事儿，这是那个妻子啊，妻子您把人媳妇儿抬出来逛街啊，这个都不要紧的啊，这个就回去他们可以好好的聊一聊啊，这是妻子，您怎么知道他是妻子？哎呀他不有门环吗，门环就是戴着耳环嘛啊，家里那事儿也有门环，那是耳钉，那是不太一样。老百姓明白了，哦这是善意的玩笑啊，这不是恶意的攻击啊，好去吧，拐弯抹角到当铺了，进不去，这山门比当铺都大啊，立在这边四个和尚看着，广亮进去了啊，一进门人这个当铺里边啊，头柜二柜三柜就三个技术人员，你这儿当什么夜明，二柜就稍微差一点了，到三柜呢就日用品呐、啊，你当个被子呀，当双鞋就归这个啊，这一进来一说赎当啊，三柜就站起来了，当铺的高啊，他那柜台高，在里边往外看一瞧，站一和尚，哎呦啊，大师傅什么事您呢？赎当哦，你当票呢，出来。三柜吓一跳，干嘛呀、啊，不我你当票当是外边了，拿进来拿不进来，拿进来你这就拆了，听着吗，出来吧。三柜出来了，哪儿了，这手一指那门上贴那个啊，这一看啊、哦、啊，想起来了，袈裟啊，是有这么回事儿，您来赎当我来赎当，那你把当票撕下来吧，不这撕不下来了，费很大劲这撕不下来，所以这不抬着门来赎当来了吗？三桂说这是个事儿，怎么你我们不管这个啊，您得拿票来，要不然您这门就留这儿，那不行，这门留下回去没法交代呀、啊。啊，那您想主意吧。三桂进去了，这一儿五个蹲这儿，这怎么办呢？啊，这怎么办？嗯，旁边那儿有一个木器作坊，啊，卖小凳子、小桌子、长板凳，木器作坊。来到这儿，哎，
老贾，哪位师傅给帮一忙？哦，有事儿您？怎么着？是我们熟档，熟档，您把门给我们弄了。您说是什么话？这叫谁听得懂啊？我熟档，您把门弄一下。不是，您得过来看，一看就明白，一看就乐了。往这一站，啊，好，乐了啊！这下不来了啊！是这，你看怎么办？您说怎么办吧？或者就给您把这门批了吧？门批完了，最后这下不行，不，这门还得搭回去呢，啊，门还得搭回去。那我把这个您掏出来，我拿锯沿着当票的四边我给它拉开了，您把这块拿下来。那行，来吧，来吧，啊，找一锯，好，这劲费的，先提出一槽来。弄破了呀，把锯伸过去，咔哧咔哧咔哧，费了很大劲，这当票掏下来了，啊，谢谢您吧。木匠回去了，广亮抱着这个进来，刚才那三贵吃饭去了，这会儿换二贵，二贵不知道这点事儿，这一进来啊，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喊声行了，二贵一探头，他把这木头板儿。这么老厚往上一递，二贵眼神不好，当惊啊，以为和尚偷庙里的经呢，当惊啊，什么玩意儿，你看看字典啊，这儿接过来一瞧，好嘛，当票赎当吧，给人银子，给人家利息，袈裟拿出来，拿包皮裹好了给他，这夹着出来心里挺痛快啊，告诉几个徒弟走，抬着门回家。四个徒弟说，师傅，这回去是个事儿，您把人媳妇抬出来，别那么些废话，骗人吗？是，现如今一大窟窿，这回去老方丈瞧见，哎，还找那木匠去，还找那木匠去，我那木匠又找来了啊，怎么着又发现当票了，乱七八糟，这个窟窿谁弄的？我弄的，你受不了给补上吧，吃饱了撑的吗？这不是什么意思？不是，这没法回去，你想着弄点木头给我们攒上，好吧，这到木匠手里不叫事儿啊，嘁哩咔嚓的给攒好了，攒好了可是攒好了，您想啊，它不是原来的整板啊，这多一四方块，往回搭着走，就琢磨哎是个事儿，回去就破案。老方这一问怎么回事，连袈裟的事儿都得露出来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想了又想，有一徒弟出主意，师傅，回去您找张纸贴上，画个画，看不出来。哎，这主意好，看。我画一什么的，您画什么都容易惹祸，唯独画老方丈，他要问您就说您很崇拜他，让他的光辉形象无处不在，老和尚就没事。好小子，回去回去天都黑了啊，把门上好了，拿纸来先粘上，粘了好几层，广亮说我自个儿来啊，画老和尚，画一土老头跟这儿，不像话，这个啊，画他什么样，就坐在莲台上，对对对，底下画一莲台啊，莲花嘛，莲台画完不像，怎么像坐在劈柴堆里边似的，这老和尚会不会生气，以为咱们要烧他，我得说有可能，别惹祸，您把这莲台改了吧，改成一把扇子得了，对对对对对，这改完了，行了，挺好。转过天早晨，按说这事儿出不了事，老和尚不爱出了，岁数大了也不怎么着，早晨起来老头出来了，小和尚颤着啊，呼吸一下新鲜空气，来到这儿，山门打开了啊，老头愣了，凑到跟前看，什么呀，你吐脑袋一把扇子，藏米排油啊，挺奇怪的啊！问广亮，广亮说："这我特别崇拜您啊，崇拜您，我给您
画一像。嗯，老头也没理他。这事儿呢，黑不提白不提，就算过去了。但是广亮的心里边不舒服。哎呀，这个疯和尚害得我是太惨了，这可不成，我得想法治治他。事到如今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，怎么办？吩咐自己的徒弟啊，慧炳来。慧炳小长脸儿啊，烩饭是一脸麻子啊，烩面水蛇腰是吧？烩菜脸色不好看。你四个徒弟进来，打外边，慧炳进来了，师傅，怎么着？拆门去？有点别的事吗？啊，那个什么，师傅待你如何？您待我天高地厚之恩，好，你给我办点事儿。哦，您说害谁？混账！佛门净地，一天到晚的害谁害谁？是您这些年没少害人啊。嗯，我让你去找一个人，您说，此人叫胡来。哦，您要找您的外甥？错，师父找的不是外甥，找的是寂寞。也不哪儿兴这么句话，到现在，见天都说这个。嗯。是他外甥吗？是他外甥，离这不远，胡家庄，啊，外甥叫胡来啊，住胡家庄。整个这村四百来户人家，有一户姓胡的，所以叫胡家庄。啊，都不像人话。早先姓胡的多，后来因为胡来他们家太丢人了，人们不愿意跟他呀算亲戚，所以把姓都改了。就剩他们家姓胡啊，这小子呢叫胡来，父亲叫胡来来，爷俩叫一个名字。嗯，你就知道他们怎么样了。胡来来什么坏事都干啊，一天到晚的不干好事，村里人见他都躲。多少年前这人就没了，不知干嘛去了，剩一个儿子胡来，比他爸爸还厉害啊。他跟这个广亮呢生旧的关系，那是他舅舅，这是外甥。平时没事呢，广亮还挺疼他，也明知道自己这外甥不学好，坑蒙拐骗什么都干。可是呢，亲外甥啊，亲娘舅跟爹是一样的，他挺疼他。有点什么事呢，也愿意跟他一块商量。打发小和尚去找去了，半天功夫叫来了，啊，舅舅。有事儿呢，弥陀佛。哎，说，您说害谁？没干过好事啊。这个，现如今有一小事让你来做啊，也不叫什么，对你来说小儿科一般啊。您说，怎么回事？我有一仇人，是个疯和尚。这个人住在大悲楼。院子里边有一楼大悲楼，啊，整靠着这个山墙的边上。夜半三更放起火来，把大悲楼烧了。你做得了吗？啊，这很简单，很简单啊！我愿意，这比上回那都简单。别说说，非从你这儿破烂不可。可以，啊，可以。另外还有一样啊，这事儿做得谨慎一点。火光冲天，你赶快走，别让人看见是你啊。是是是，你放心，没问题啊。您得打算给多少钱？嗯，赶他爷儿俩明算账。我给你100两银子。那不行不行，那哪行去啊？上回给庙里那井下毒还给200两呢，是不是啊？那你说，那你怎么也得给200两。行，给你200两纹银。小子，你可老大不小的了，我是你的亲娘舅，我得管你。这银子拿回去不要吃喝嫖赌，娶个媳妇儿，好好过日子，是不是啊？这样舅舅心里也痛快啊。行，你给我吧。
给了一银子包，都弄好了，藏在屋子里边没让出去，告诉听到三更鼓响你再出去。说话之间天可就黑下来了，胡来这儿准备应用之物，火石火镰都准备齐了，一直等到三更又打屋里出来。要说广亮啊，心狠手辣，你不至于要人命，又何况火烧大悲楼，罪过太大了啊。胡来打屋里出来都睡觉了，庙里边晚上没有什么文化娱乐活动，早的班班都歇着了啊。这出来看看，左望右望挺安静，白天的时候告诉他了啊，顺着山墙往东边走，那儿有柴火堆，都是剁好的劈柴棒，把那个抱过点来，只要把火引起来，大悲楼就烧了啊。悄悄的顺着山墙来到这儿，往这儿抱柴火，抱着劈柴，一趟两趟行，抱了十来趟，这小子累了，怎么呢？被酒色掏空了身体，哎呀，这汗哗哗的，坐在柴火堆上，哎呀，哎，喘气，一抬头，哎呦，跟前站着一和尚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，看着和尚，看看他，这把抱去呀，赶紧的。一会儿来人。哦，胡来明白了，我舅舅派来帮忙的。我歇会儿。歇什么歇？赶紧，这着火赶紧走，我帮你。和尚也抱，胡来一瞧，那来吧，省得会跟我舅舅说啊。俩人抱，一趟一趟的，又抱了十多趟，胡来真没劲儿。我就不干了，不干就太累了啊！和尚一扬手，啪给一嘴巴，不干还行，答应人家了，你赶紧。我没影的事，我舅舅也是，你安排我一人事，还派一监工的，就怕你学好，知道吗？赶紧，趟趟抱，啊，可这楼边都弄好了。来点火，啊，这点火啊，啪啪，打这火石，火起来了，又打底下慢慢的烧，俩人站着看着，这瞧着，胡来看着，哎呀，跑到庙里放火了，我这罪过大了，这怎么弄啊？这边，和尚看着他，你小子心坏了。你早晚得换个心。什么意思呀？别着急啊，念在咱俩一块儿干活的份儿上，我告诉你，过些日子啊，你呀，你有点难处，实在没辙了，在城外边白虎岗东宫山坡遇见一个老道啊，你就等等老道说来吧来吧，你过去打他就行了。回来说您说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你记着就行了。俩人这说着话，就这火越烧越大，越烧越大，火光冲天，楼也着了，而且火中还听到噼里啪噼里啪噼里啪啦的声音。回来看看，这他们说咱随便放鞭炮怎么办？和尚点点头，没事，五环外啊，光冲天。和尚说：“跑吧，啊，上哪儿去？废话，爱上哪儿上哪儿去。”两个人一左一右，都跑了。这火起来了，火一起来啊，大和尚、小和尚全知道，呼啦超全都出来了，啊。站这看救吧，那哪救得了啊，看着吧，
连老方丈都出来，大伙儿扶着，哎呀，跟这看，烧到天亮，整个大白楼烧没了，靠着山墙，这儿烧完，烧出一条胡同来。老和尚点点头，烟花过后我心凄然啊，以后这个胡同就叫烟花巷。师傅别瞎说，是我闹着玩嘛啊，我诙谐一下嘛，是吧，诙谐一下，嗯，这不要了命了吗？有小和尚就说，坏了，这个道济睡在大悲楼里边，这一下这可怎么办呢？这个啊，哎呀，大伙儿都跺脚，你看了吗？道济这下烧死了啊！有俩呀，跟风和不错的，你这事儿闹，想不到也没看他跑出来。广亮这儿，哎呀，弥陀佛，弥陀佛，善哉善哉，道济怎么会烧死了呢？也不知道是难过还是高兴，嗯，大伙儿正说着呢，啊，有打这个废墟里边呼啦一下子站起人来，谁呀？济公，啊，站起来，哎呀，真暖和，嗯，大伙儿挥霍，就没烧死，这个没烧死，两步到了跟前儿了。就起来了啊，就看事故现场来了啊，嗯，广亮一说这没烧死呢，道济，是你夜间用火不慎才火焚了大悲楼吧？嗯，你简直是胡来呀。和尚点点头，胡来是我孙子。广亮心里咯噔一下子，心说我这辈儿可下来了，胡来是他孙子，我是他儿子，也不知说的是诚心的还是无意中啊，没敢说话。这个那现如今这怎么办呢？这事儿啊，这你把大悲楼烧了，那你说怎么办吧？是我烧的啊，各位你们都听着，我抱的柴火，和尚说的实话，真是他抱的柴火，我抱的柴火，嗯，哎呀，怎么办呢？他不没事啊，我化缘去，化缘，我重建大悲楼，出去化缘去，找有钱的人去要钱，啊，和尚们有这个，啊，老方丈点点头，那你估计得多少两银子才能完得成这个工程？万两白银。白银一万两，啊，那得用多长时间呢？我算得一天。大伙儿一听，你看脑子烧坏了吧？知道吗？脑子烧坏了，这不是这一天一天行吗？广亮都说：“哎呀，道济啊，你别怄气，一天怎么能行呢？啊，一天半，啊，一天半，一天半。”大伙儿说：“你这胡说八道嘛！”一天半化来万两白银，怎么可能呢？啊，你有什么办法吗？我找广亮借。嗯，广亮说我没钱，不能，你袈裟就挺贵的，你还提那个？啊，那你说吧。老方丈说得了，给他一年的时间吧。冯说不用啊，哪用一年的啊？百日之内，我能化来万两白银，一百天仨月，大伙一听，那就等着吧。一百天化来一万两白银，行嘞。和尚打着过都好，祝你成功啊！怎么呢？不可能的事儿。有道是善财难舍，有钱这个怎么花都行，买十辆车啊，买十一个大戒指戴上，这都行啊。有一个六指儿啊。你让他捐点，这个难了，善财难舍，想花一万两白银怎么可能呢？大伙儿都觉着这是不可能的事儿啊，反正也没人跟他较真儿，都走了吧。风和尚跟这儿站着自个儿乐了啊，一转身来到后边，
哪儿啊？韦陀殿。韦陀呀，好多庙里都有，看是一个大将军的造型，手拿着这叫什么呀？降魔宝杵啊，也是如来弟子塑像跟这儿。韦陀殿门一开，济公进来了啊，这帮个忙啊，走到跟前一晃，嘎啦啦，把这神像给举下来了，多大的劲儿！一转身背在后背上，背着韦陀神像往外就走。大小和尚瞧瞧，哎，这什么意思？你怎么回事？怎么您干嘛去？别管我们哥俩出去一趟。好，跟韦陀另哥们儿。对，他比我大哈，啊，我是他兄弟。那他呢？他是我韦哥。全本《济公传》，上优酷书场。